圣爷正统授权，经典的房产 IP 笑傲房产正式荣登新马，经典的 showroom 还原，综合性项目 complex loan 百种 property information 自由组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Sam 爷，我嘅专业系透过幽默风趣方式，用你更加容易明白房地产知识，进而达到更精准嘅投资方案啦。今日就唔讲房产啦，今日就讲 marketing 呢个区域啦。就喺最近啫，有个骚扰，你知噶啦，唔使我讲啦。所以，嗱，佢嘅广告咧搞到满城风雨咯，点解咧？因为啦，就有好多网友留言，怎么请这网红来拍哦？我不要下载来玩了咯。原本想到来玩的，但是看到你们出现在广告，我就不要下载来玩了啦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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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佢哋接一個代言咧，係賺多你嘅10倍至20倍左右嘅喎。咁基本上佢係講得冇錯嘅，因為 normally 接代言真係好好揾嘅。咁基本上我而家每個月嘅工資1000蚊啦，咁大概10幾20千啦。不過身為呢個 public figure 咧，有時候言辭可能要注意啲啦。不過今日咧，我唔係講邊個對邊個錯嘅，我今日嚟講 marketing 嘅。其實我想講嘅就係、是，其實呢個廣告咧已經好捻成功噶啦。点解我咁讲呢？吓咩谂咯？这样都要成功？点解我咁讲呢？系因为我注意到佢啦。嗱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广告嘅目的系乜嘢呢？系做 sales conversion？ 答案系错嘅。第一步系 grab attention。如果你而家打紧嘅广告咧，第一步呢、这个 grab attention 都做唔到咧，怎样 convert？ 怎样要 sales？ 嗱，如果你觉得呢个广告失败嘅话咧，你有冇俾佢 grab attention 咧？咁如果你仲留守喺呢个 video 咧，证明你又俾佢 grab 到 attention 啦，系咪先？如果唔系，你都删咗啦，系咪啊？好嚟，讲到呢度先，入广告。是没有广告的，因为你们不 subscribe 我嘛，哪里有赞助商来请我代言呢？其实这个广告呢，在几个礼拜之前呢，我都有注意到这个广告的，不过就不以为然了。不过呢，就有很多网民呢帮他们做这个 free marketing， 俗称叫做 haters marketing， 其实我自己改的。其实你知不知道，你留言在这广告呢，或者你摆个 angry 的 emoji 都好呢，你的 friend 咧系会睇到嘅，咁你的 friend 就睇到啦，又跟住你一起闹呢个广告啦，咁你的 friend 嘅 friend 又睇到咗咯，咁请问呢、这个唔系帮佢哋打紧广告咩？呢、这个唔系 free marketing 咩？我跟你讲，我嘅 English 够够啊！嗱，如果你有喺 Facebook 咧打惯广告嘅朋友咧，你应该知咩系我嘅 English 啦，或者系 pay English 嘅。啊，朋友们，我哋可以嫌弃佢哋点解要请呢啲代言人呢？或者你讲佢哋好 low budget， 只不过咧一个广告咧成功吸引到众人嘅眼球咧，呢个赢少啊！咁呢个就系打广告嘅其中一个最大嘅目的啦。咁睇到广告朋友有没有下载嚟玩呢？就系、是、另外一回事咗啦。但系讲真，我相信啦，我自己啦，我相信啦，呢、这个广告搞到满城风雨。搞到咁红嘅情况之下咧，有啲人留言讲唔玩系咪？可能佢会静静鸡 download 嚟玩你都唔知嘅喎。不过玩唔玩得耐又系另外一件事啦。可能玩一下啫，佢 delete 咗啦。所以今日我唔系讲咩是非嘅，今日我嚟倾 marketing 嘅。讲到 marketing 咧，最近仲有一个广告好红嘅，态度正确，对我嚟讲钱唔系问题，时间紧要。好，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为止啦。如果想学更多 marketing 或者房地产知识嘅朋友咧，欢迎揿赞呢个影片，同埋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。如果方便嘅话，打开门的时候电灯。所以我哋下次再见啦，多谢大家收睇。我叫 Sam 爷，我嘅专业系唔讲啦，拜拜。买砖致富的人就不会迷路，市场上很多老师教你怎么样做 complex loan， 我们要买砖致富，但必须一步一步。